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晚上十一点四十八分，正准备睡觉的 AWS 员工迎来噩耗：核心数据库产品 DynamoDB 出现连接故障，依赖它的上百个云服务产品也因此下线。故障源自一个很低级的代码逻辑错误，导致两个修改数据的命令前后冲突，这是教科书式的 race condition。虽然只用了三个小时，工程师们就把这个 bug 修好了，但灾难才刚刚开始。作为 AWS 最引以为豪的产品之一， DynamoDB 几乎是所有内部系统默认使用的数据库，所以在这三个小时的单机时间里，那些系统也累积了无数需要重试的任务。这里就包括了负责调度所有 EC2 服务器资源的内部管理程序 Dwflow r o p l e t o r k Manager（DWFM）。二十号凌晨两点二十五分，在 DynamoDB 恢复的那一瞬间，DWFM 就被堆积如山的代办事项所冲垮，调度中心挂掉，导致所有 EC2 服务器无法启动。 这又是一次经典的重试机制的设计出问题。Google 表示这个我很熟。如此重要的程序没有自动恢复机制，这也罢了。赶来修复的工程师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手动恢复流程。也就是说，整个 AWS 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如果 DWFM 挂了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看来，在现场一边修复一边摸索的工程师们，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完成修复，已经是相当厉害了。 时间来到早上五点二十八分，DWFM 恢复，EC2 也开始正常启动，事故终于告一段落了。妈，好巧不巧，DWFM 旁边还有一个负责掌控所有 EC2 网络功能的程序 Network Manager，和 DWFM 相比，它可是累积了六个小时的代办事项，再加上刚刚大量成功重启的 EC2 发出的海量新请求，它的处理速度还不够代办的新增速度。 所以，工程师们只能再次撸起袖子，SSH 进去手动疏导，直到早上十点三十六分，积压的代办事项才处理完，EC2 的网络功能恢复正常。而在云的另一个角落，在 EC2 重启的同一时间，负责分配网络流量的负载均衡 ALB 也开始为这些浏览器引流，但因为 Network Manager 卡住了，这些服务器有的能联系上，有的联系不上。 这就导致 NLB 的健康检查在红灯和绿灯中反复横跳，同时连锁反应也导致 NLB 被 DNS 反复下架和上架，直到九点三十六分，忍无可忍的工程师们只好关闭了 NLB 的健康检查，让它忽略那些没有回应的服务器，保持绿灯状态，让 NLB 可以暂时的正常工作。直到下午两点零九分，所有积压的 AC2 服务器恢复正常，NLB 的健康检查重启。 所有网络功能才恢复。两点二十分，最后一批受影响的产品依赖最多最杂的容器服务 ECS 和 EKS 恢复正常。此次故障事件正式结束。从十月十九日晚上十一点四十八分到第二天的下午的两点二十分，总共十四小时三十二分钟，这也是有记录以来云服务行业历史最长的一次大规模瘫痪。在我的粉丝群里。 一半的人因为 AWS 单机参与高强度的修复工作，煎熬了一整天；另一半的人则因为 AWS 单机无法工作，爽爽的摸鱼了一整天，真是人间百态了。和第四十期视频里分享的 Google Cloud 瘫痪事故相比，AWS 这次的草台程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除了最开始的导火索，剩下的问题都是因为错综复杂的架构导致的连锁反应。 以及体量过大导致的极端高负荷运行压力。巧合的是，这两次瘫痪事故的导火索都是入门级的大码错误。本次 ADB 事故的源头是 DynamoDB 系统里负责处理 DNS 的两个程序，它们分别是负责生成 DNS 记录的 Planner 和负责将新记录写入 DNS 系统的 i n a c t o r 为了保证容错，DynamoDB 在三个可用区部署了三个独立的 i n a c t o r 每当 Planner 生成一个新记录， 其中一个 inactor 就会拿走写进 DNS 里，在写入之前，inactor 会做一个前期检查，确保他手上的记录比现在 DNS 里的更新。而写入成功之后，inactor 还会做一个清理动作，就是把 DNS 里比自己刚写入的记录更早的那些都抹掉。于是，在十月十九日晚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inactor 张三首先从 planer 那里拿到了新记录 A，在他写入 DNS 的时候。 不巧的遇到了延迟，停在中间了。此时，planner 又生成了一个新记录 B、In。n actor 李四拿到记录 B，非常顺利的写进了 DNS。就在 n actor 李四准备执行收尾的清理动作时，actor n 张三的延迟结束了。于是张三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把手上的记录 A 写进 DNS，覆盖了记录 B。紧接着，李四开始清理。 因为他在 DNS 里发现了比自己刚才写入的记录 B 时间更早的记录 A，所以按照代码逻辑，李四把记录 A 抹掉。等张三和李四都完成任务之后，现在 DNS 里指向 DynamoDB 域名的就只剩一个空值了。而此时，Planner 生成的新记录 C，Inactor 王五拿到记录准备扮演救世主，然而很可惜，他倒在了前期检查上，因为现在 DNS 里没有记录。 所以无法和自己手上的记录 C 做对比，做不了检查，就无法执行下一步的写入，整个逻辑进入死胡同。无论 planner 之后再生成多少个新记录，也没有一个 in actor 能把它写进 d n s 里。d n s 里 dynamo db 的记录一直停留在空值上，也就是说，dynamo db 的域名从互联网上彻底消失了，找不到自家数据库的一百多个 aws 产品自然也跟着瘫痪了。 这个错误也就比 Google Cloud 那次忘记写 try catch 导致 NullPointerException、no、好一点点，虽然也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负责修复这个问题的程序员，你要怎么修改它，让 race condition 不再出现呢？把你的解决方案发到评论区，我给你打打分。在我看来，DynamoDB 的这个问题要背锅的是设计这个架构的人。这种多个进程修改同一个数据的场景，从基本的软件设计角度来说， 你就不应该把保证数据完整性这种任务放在进程身上，这种任务应该由数据的接收和储存方承担，在这里就是 DNS 系统 r o u Fifty Three，因为数据在这里具有唯一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ingle Point of Truth，让每个 Inactor 都做事前和事后的检查和清理，不管你的代码有多严谨，都是不合理的决定，毕竟 ACID 本来就是很难达成的。 要不然，MySQL 这种大热门的数据库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和 transaction 相关的问题了。在制作本期视频时，微软的云服务 Azure 刚好也遇到了全球范围的宕机，这已经是 Azure 今年的第五次世界级故障了。那为啥它上新闻的次数就那么少呢？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它的大客户大多都是传统行业巨头，普通民众对于故障的感知不深。 但如果你认真翻一下它的故障报告，就会发现，它的问题要么是 CDN 运维出错了，要么是被 DDoS 了，要么是 CDN 被 DDoS 了，来来去去就只有那几个地方出错，很少会出现严重的连锁反应拖垮整个 Azure 体系。而 AWS 的画风就完全不一样，就像我在很久以前的第七期视频里面提到的，AWS 这种崇尚微服务架构的企业，只要能用现成的服务，就不会考虑自己造轮子，久而久之。 每个服务都依赖每个服务，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事故出现的 DynamoDB 拖垮 DWFM，DWFM 拖垮所有 EC2，EC2 拖垮所有 NLB 的连锁反应，就完美体现了 AWS 内部系统同生共死的状态。而回顾 AWS 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瘫痪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导火索基本都是 DynamoDB、S3、Lambda 这些通用的储存和计算服务。 因为大部分的 AWS 产品都需要储存，都需要计算，所以就着微服务架构的原则，它们都被串在一根绳上。敏锐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包括这次事故在内，AWS 每次出大事，好像总是发生在 US East One 这个分区，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合理的疑问：云服务不是主打的分布式部署、高容错、兜底能力强吗？为什么一个分区出故障就能够拖垮半个互联网呢？ 虽然在市场营销时，云服务一直都是和分布式、高容错、稳定性等关键词挂钩，但这不代表你上了云就能自动拥有这些好处。它只是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让你可以更轻松地搭建高容错的系统架构。但你做不做，完全取决于你。就连 AWS 自己都没有彻底遵循这个原则。比如管理权限系统 AIM，就只在 US East One 分区有写入节点，其余分区部署的都只是只读节点。 当然，AWS 这些架构决定涉及到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可以理解。而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说，需要考虑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你要不要投入额外成本进行多点部署？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商业问题。因为从技术上来说，答案很明显：各种级别的容错方案都已经很成熟了，比如 Multi-Note 和 Multi-Region。Ion, 大多数云服务商的服务都达到了开箱即用的程度。就算是相对更复杂一点的 Multi-Cloud。Cloud, 只要在架构设计和技术选型时多加注意，避免和云服务商进行绑定，做起来也不难。对于有经验的架构师和 DevOps 团队，只要企业愿意掏钱，搭建高容错的系统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问题就出在这个“钱”字：两个 n o t e s 就是两倍的成本，两个 region 就是四倍，两个 cloud 就是八倍。假设你现在是 CEO，你的面前有一个按钮。 摁下去能让你避免几年一次的持续几个小时的产品全线瘫痪，但坏处是你的成本会翻八倍。你会摁下去吗？这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博弈论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怕的不是自家产品出问题，而是只有自家产品出问题。如果大家一起出问题，新闻里只会怪罪云服务商，你只是受害者。毕竟这种几年才会出现一次的事故。 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已经属于黑天鹅事件了。而即使你投入了八倍成本，做好了容错准备，逃过一劫，也没有人会表扬你。比如这次事件中毫发无损的 Netflix，作为 AWS 最大的客户，是绝对的模范生。但 Nobody cares。所以，当你从 CEO 的角度来考虑，你更关心的是用户、是股民的反应。那么，你的最优解就是和其他企业的做法绑定。 作为 AWS 成立最早、功能上新最快、资源最丰富的分区，早期的企业基本上只在 US East One 上进行部署，后来者自然也会将它作为首选，甚至是唯一选择。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在 US East One 上抱团，同生共死，完美的纳什均衡。看到这里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我是在狠狠的批判这些云服务商和用户，毕竟作为一个程序员，看到这些糟蹋技术的操作，怎么能不生气？ 但我其实并没有觉得他们的决定有什么问题。当然，导火索的代码逻辑和后面各种粗糙的重试机制这一类低级技术错误还是要批判一下的。但从宏观上来看，不管是 AWS 内部各种产品的互相捆绑，还是用户扎堆在单一分区做部署，这些可能不是最科学的决定，但绝对是最现实的决定。我们技术人可能想要追求技术上的完美，但世界不是围绕着技术转的。反过来。 技术只是服务于世界的一个工具，归根到底，我们都只是工具人罢了。